今天我去餐厅想食滑蛋糕，我得咗食饱咗，而家要埋单咗。单据里显示价钱加咗600仙，边个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？系 GST 多少次？同啲 friend 倾起 GST， 从没有放弃过，我越问越多。一刹那仿佛有跌搞唔清的感觉，因为冚唪唥你又你讲，佢又佢讲，先加制得，原谅我搞不清去杂货铺买豉油，买面粉，买厕纸，买罐头。Oh no， 究竟系点样？谁人话我？我买嘅嘢究竟有冇中 GST？ 多少次发梦我投标中多多，我想知中投标有冇抽600仙，揸车去Service， 买飞入戏院睇 movie， 头痛发烧去 clinic， 有冇 GST？ 我点鬼知？原谅我这一生贪玩好问爱嘅波。GST 究竟 stand for 什么 ？Oh no， 我识英文唔多，数学冇 pass 过。GST 600仙究竟有几多？ Oh yeah！ 既然走唔甩咗，快去了解更多，冇被奸商趁机掠咗。原谅我搞不清去杂货铺买豉油，买年份买厕纸。英文唔多，数学冇 pass 过 ，GST 600仙究竟有几多？